完了。哎、啊，一个鱼了哈。一堆。漂亮多了吧？这个漂亮多了噻。它比昨天的大又不是。还听不得有表扬呢？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他听不懂。哈哈哈哈哈！听不得表扬，可以了。刚才那个。
到这样子噻，我亮起了之后你就可以噻。十一点四哈，大二十四嘛。二十四正常，他肯定没出事，咋办？你手机里放了。这恐惧标准。好，我摆了冰果来吃。他是冰果了，原来都不吃冰果了。那吃完再吃来嘞。这大量是。这个是咋整？要的。要的，你们点都没点水，方便啊。真的，你哪个加了工钱？工钱上去。工钱他们超市的那个钱头。加的不？韩哥加的嘛。这不做坏了泡沫，准备拿出来摆起了。我觉得这个拍视频好像不好嘞。别照了好几年了。